你跟峰哥是什么时候联系的？峰哥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峰哥。阿伟，你别以为你挂羊头卖狗肉，我就不知道你是贩毒的。你表面上是开音响店的，实际你贩毒，难道你还要让我找出证据来吗？大哥，我那是第二职业。说吧，说清楚。 立功对你有好处。好，我说，我都说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是他打电话找我的，包括交易，都在我的店里。你最近跟峰哥是什么时候联系的？大概一个月前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没见过他了。 有一次我找他要货，他说他不干这行了，没货。你知道峰哥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他是上线，我们都是代理商。不过敢肯定，他肯定在南疆。为什么？上回一个朋友告诉我说，在一间酒吧里见过他，大概是十二号。 我们对阿伟还有张小雪在戒毒所搜查的线索进行查对，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峰哥已经离开了西兰市，现在可能是在南疆。这个人大概30多岁，教授，操标准普通话。还有，他经常出入在西餐厅和酒吧。沈队。 有一点很重要。自从阿峰回到南疆之后，一个月左右，没有进行过毒品交易。对，各部门资料显示，所有交易都在一个月以前。沈队，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峰哥的耳朵上怎么有个耳洞啊？大刘，这你就 out 了。现在的年轻人他就流行这个，男人用化妆品、用面膜打耳洞，女人。 吸烟纹身，总之现在性别是越来越搞不清楚了。哎，你外甥不是也有这个吗？没有，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我是说峰哥他怎么又回南疆了？他回来干嘛？嘴给我闭上！我认为啊，峰哥回来两种可能：第一，储备新的毒品；第二，有大宗的交易。总而言之，他是不会闲着。 雷萨出价很高，可是风险很大。现在呢，警方的注意力都在国内的市场，对我们有利。货呢？都被齐了。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生意，也是最后的一笔生意。董事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不想再失去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。 想想，小费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小倩，回来了。 这是谁呀？不是有人说辞职了吗？
雅琴看着丁立谦的目光，突然心底升起一股寒意。他知道丁立谦一直恨自己，他们之间的交锋也从来没断过。可是今天丁立谦的目光让他害怕，让他恐惧，甚至让他胆战心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雅琴说不出理由。此刻他知道丁立谦还站在那里，雅琴觉得芒刺在背。通过024这个号码的漫游记录，我们可以初步判定这个号码的主人就是冯克。现在号码有了，画像有了，按理说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冯克，可这个人呢，自从上次跟我们交手之后不见了。刘东是丁氏集团的骨干，这个冯克肯定也在丁氏集团。那不一定，阿三就是老鬼的核心成员之一，但他并不是丁氏集团的人。既然我们已经确认尾号024就是冯克的电话号码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拨打这个号码？绝对不可以。第一，不管用任何方式拨打，只要是一个新的电话号码出现，就会引起他们高度的警惕。我们不可以得到任何东西。第二，以他们这个组织一贯的行事原则来看，他们很可能会放弃这组号码，到时候我们前功尽弃。沈队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太他妈窝火了。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，你说怎么办才能抓住这峰哥？是这样，大伙的心情呢我能够理解，案子到了这个程度都会产生一些急躁的情绪，但是大伙记住了，一定得冷静。所以我认为呢，第一是从丁氏集团的内部查起，第二从丁鹏毅的电话号码记录中试着查询024这个号码的主人。这不等于白说吗？丁鹏毅还能请咱们去他公司查电话号码？我刚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报告教官好。小雪啊，你好，找我有事吗？我那个行了，你们去忙吧。你说，我们对开除丁立谦有看法。张小雪，今天你来就为这事儿？是。你了解丁立谦吗？我当然了解，在警院4年，我一直在他身边，我看着他如何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，最后才得到您的肯定，而且我也是看着他如何如痴如狂地喜欢上你，爱上你。可是现在的您却……等等，张小雪。首先，对于你个人来讲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。第二，在这种场合谈论这个事情，这是不合适的。第三。在你跟我之间谈论这个事情也是不合适的。教官，回去。教官，我让你回去。是，我知道。小倩呢？你的朋友来了。什么朋友？警察朋友。让他们走。他们说了，见不到你，他们不走。请坐吧，就是他们。丁立谦，见你一面可真难呐！我们几个都等了你半天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丁立谦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认识我吗？认识不认识有什么区别呀？是来借钱的吧？
找望舒，打个条，想借多少借多少。丁立倩，小雪她为了你，差点连局长都找了，你反倒这种态度，你还是不是丁立倩啊？李青，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脸上的尖酸刻薄的样。丁立倩，别的不说，咱们警校四年的同学情谊总有吧？你别好心当出离干费，行不行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知道你们这帮小警察赚钱养家糊口挺不容易的，要是缺钱买房子买车呢，我愿意帮忙。说好了，一个人一次机会。丁立倩，别提你那几个臭钱了，我们几个根本看不上。怎么着？我有钱就是有钱，看得上看不上那是你的事儿。有本事你像我一样，警察别当，啊？倩倩。你看着我，看什么看？乡下妞，回去看你那些犯人吧。小雪，我们走。走。我们根本就不该来，简直叫自取其辱。丁立倩，这是本性难改。气死我了！哎呀，你还看走了，就当我没这个同学。是你的同学，我看没有必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吧。看着他们心里不舒服。这以后万一要用得着他们呢？就他们，一帮小警察。这倒也是啊。我的游戏。倩是一心想跟那帮警察同学断绝关系，说的话都很绝情，这样我反而放心了，让他去吧。你让小倩明天跟我到公司去。好。小倩，我也在找他呢。小倩，小倩，让望舒带你到上面去转转吧。怎么回事啊你？好车了不起啊！董事长，你先走吧，我来处理。哎，大老板别走！闭嘴！闭什么嘴啊！你撞我车啊！不赔钱、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你？我车、啊，你撞了我车！我还以为有驾照。有驾照开成这样？叫警察去！啊！叫警察？你虚什么呀你？哎，那再看看啊，这就是有钱人干的事情。陈队。大刘他们已经把东西放在丁梦丽的车上了。好，这样，除了丁鹏毅、郑兴旺，还有徐亚琴，峰哥也很重要。但是丁梦丽的公司就没有峰哥这个人，我已经查过了。峰哥的手里掌握这么多的毒品，他和丁鹏毅绝不是一般关系。再查。大哥，车子已经送去保修了，估计明天早上就能修好。
对方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是一家运输公司的，正好他们的老板以前我认的，知根知底。咱们的车损失大一点，他们赔了点钱。是意外就好。啊，雅琴来了，叫他进来。好。董事长。嗯。雷萨让步了？还没呢。董事长，有件事情，我还是想和你说。我担心小倩。你要知道，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，绝对不能毁于一旦。我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。之前我也有过这种猜测，但是现在不同了。安妮和高黎明的死对小倩打击很大，她的个性我最清楚了。现在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让她牵挂的就是我。他虽然任性，但毕竟血浓于水，他是我的女儿。可是董事长，你要知道，这一次非同小小倩的事情，我有分寸。雷萨的事情是大事。丁鹏毅并不是没有考虑过雅琴的话，这种疑惑也同时在他的脑海中盘旋过无数次。如果丁立倩真像雅琴说的那样，完全是为潜伏在他身边做卧底，那么丁立倩将是他这一辈子最后的死穴。串门还是来汇报工作？小倩，雅琴今天来是给你爸交代一些公司里的事情的。还交代公司里的事情呢？我听说最近弄了个野种回来，你还好意思来问我爸要钱啊？别乱说啊，那是雅琴收养的孩子。谁知道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小倩，说话可以放尊重一点吗？我对你已经很尊重了。你跟我爸的那些破事儿，我都懒得知道。这个家想来就来，干嘛偷偷摸摸的跟做贼似的，让人看着就不舒服。这点我不太明白，峰哥的耳朵上怎么有个耳洞啊？沈队，我觉得这个人特面熟。面熟？嗯。你先过。我先看看。面熟？长得挺帅的吧？所以你觉得面熟啊？你看这眼睛，像不像木村？这脸型，整一个就是北川景子嘛。等会儿。这人谁啊？你说的谁？日本的大明星啊，像不像？这是在工作。我怎么觉得你形容是个女人呢？看到那个耳环，丁立倩发现雅琴就是峰哥。通过国际刑警的资料显示，雷萨已经到了国内。现在峰哥的行动呢，完全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，但是他跟雷萨之间的联系非常隐蔽，主要是靠网络。
内容。怎么了？高局，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呢，都是进行了强加密的。以前都是高黎明利用黑客技术在进行破译，但是现在队里边没有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。好，我会向上级报告，请他们从省里抽调人手来协助你们工作，尽快查清毒品交易的时间和地点。明白。行，行动。安妮不在了，你还有我呀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我是你永远的好哥们儿。换个人去吧，我不想让你冒险。大哥，事关重大，现在下面的人我心里没谱。刘东和阿三都不在了，雅琴毕竟是个女人，这事儿我只有亲自去心里才踏实。那好，小心加小心。大哥，你放心吧。晒晒太阳，补充点天然钙。难得。在丁立倩幽暗的梦境里，永远盘旋着生和死，永远盘旋着谜团和追问，无休无止，无始无终。丁立倩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，是希望继续做梦，还是希望梦醒？答案是摇摆的。丁立倩真想她可以不选择，时间可以停住，就停在这一刻。她和丁鹏毅就这么坐着，静静地晒晒太阳。可她并没有第三种选择。幸福它是什么？
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呢，幸福是建立在强大物质基础上的精神满足。为什么要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上呢？像现在，我和你安安静静的在这里晒着太阳，我就觉得很幸福。如果妈妈还活着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是啊，如果你妈妈还活着，我们当然是最幸福。此时的丁立倩再次清醒地认识到，她没有选择，更无法伤悲，她只有按照她的选择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了，一切都无法伤悲。妈，小朋友说没有爸爸，妈妈，我是不是真的没有爸爸？谁说我们小飞没有爸爸了？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爸爸在国外。那我要去找爸爸。小飞一定会看到爸爸的。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妈妈给你保证。哎，对了，小飞，以后你要见到爸爸，会把你最喜欢最喜欢的奥特曼给他玩吗？会。真的？小飞真乖。好，咱们走啊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没见过这个人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他可能使用其他身份。那我们不清楚，我们酒店确实没见过这个人。好，谢谢啊。旺叔呢？怎么吃饭也不见呢？回老家了。沈队，哪有什么大宗交易啊？丁力都蹲了这么多天了，峰哥，就是那个徐亚琴，他除了接送孩子上学，大门都不出一步，就像一个家庭妇女似的。你这情报是不是有问题？峰哥能真的是一家庭妇女吗？他是不会闲着的，日子越是过得稀松平常，就越说明一个问题，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雷萨了。可这条大鱼活蹦乱跳的就在眼前呢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越是活蹦乱跳，你越不能轻举妄动。动又不能动，抓又不能抓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这手都痒。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。郑兴旺不见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这段时间，
我们跟踪他的人跟丢了。跟丢了？他们是干什么吃的？那郑兴旺不会偷偷跑了吧？不会。要和雷萨交易，那就一定是大买卖。老鬼必须得派出一个得力的人跟雷萨接触。也许是峰哥出现的太频繁了，老鬼想换一个路子，出奇制胜。那这么说，老鬼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他没闲着。他能闲着吗？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，如果他们跟雷萨交易的话，这么多毒品他们放在哪？如果是南疆，各个路口我们已经设检查口，如果是外地，他们怎么运出去？天上地下水里，难道插上翅膀了？这正是咱们要查的。这事儿怎么一跟老鬼扯上就这么复杂呢？很简单，老鬼嘛，看似风平浪静的老鬼集团，因为主要干将郑兴旺的突然消失，案件变得扑朔迷离。原本窃听到老鬼与雷萨的大宗交易，几天来并没有出现，难道这只是空穴来风？丁鹏毅与徐雅琴的表面平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连沈飞扬自己都有些忐忑。大战在即，一步错，全盘输。他知道此时只有抓住丁鹏毅这个线头，其他的线才能清楚。老板，这么重的茶叶你干嘛不用车拖呀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茶吗？啊，多好的茶叶也比不上这东西。其实这茶呀并不值什么钱，可是最近听说这茶能治病，能治大病。啥病啊？癌症。这一下这个价格噌就上去了。你看我收购了这么多茶叶，本想盼着赚个好价钱，结果市政府出了条规定，不准哄抬物价，还不准外销，眼瞅砸手里了。最近我托朋友从那边找了家卖主愿意出大价钱，这不就只能这么运过去。你是条头吧？到了地儿，还有好处，一切都听我的安排，啊？有这个什么都行啊！哎，你有手机吗？嗯，我这没电了。声音，骚扰电话。是，电话响了两声就断了。什么意思呀？这是，等了一天一夜，就等来这么一个电话。查出这个电话所在的位置，是一个普通的南疆市号码，户主叫白忠林，现在还开机，位置在西兰市。这就对了。对了，什么对了？我在这个山区派出所当过几年所长，这儿的情况我知道。
这里的山路是通往新兰市的捷径，但这些道路啊，只有当地的山民才知道，都是些小路，很陡峭，非常难走。立即通知新兰警方，请他们协助警队，尽快查清这一批毒品的去向。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搭错警车。明白。大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见到人了，见到了，有尾巴吗？走的时候有，甩了。哎，大哥，还有件事儿必须跟您合计一下。说，雷萨提出必须见到您本人，这是他临时提出来的。他说，南江市地方不大，风浪不小，只有见到您本人，他才觉得安全。好，我去。你，大哥。大哥，这一单对我们太重要了，现在也是该我出手的时候了。哦，这是你的护照。大哥不走，我也不走，咱哥俩都得好好的活着。大哥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。放心吧，没事。你按单子上写的把这些都备齐了。五香花生、开心果、牛肉粒、猪肉脯，这都是小倩爱吃的，够她吃三五个月的了。大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这重要吗？很重要。好，那我马上去办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老板阔绰，一出手就中华宴，来抽抽抽抽烟。哎，大哥，这活全靠你了，来敬大哥一杯。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同干同干同干。哎，老哥，麻烦打听一下，你们谁叫白忠林呢？有活去南疆干不干？干呢，我们正好都要回去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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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吧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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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就这老板给了不少钱。实话实说，货运哪儿去了？警察，我从来没干过犯法的事儿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没错，是你给他们运的货吧？找的就是你。说，货就拉到公路上，然后汽车拉走啊？怎么？这年头，卖茶叶还犯法呀？茶叶？是啊，是茶叶。他说还能治癌呢。茶叶治癌症？你喝多了吧？他有没有说卖到哪儿去了？嗯，说是出口，具体什么地儿我就不知道了。拉货的汽车是港口那边的。哪个港口？这还真不知道了。我们也不常有这种肥活，港口那边的汽车只认识，但不熟。这样吧，这两天你们所有干活的人先住在西兰市，等事情完了再回南疆。我们还得干活啊。包吃包住全免费，不过是公安局的班房。睡好吗？新出一款游戏，特别好玩，玩了一通宵。哎呀，你就是不听话呀！玩游戏不能玩一通宵。中医学说呢，这睡觉要睡子午觉。哎呀，你烦死了！丁立谦问着自己。
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，那一天之后，自己将再没有机会听丁鹏毅的啰嗦，再也没有机会对着丁鹏毅颐指气使，再也没有机会肆无忌惮地对着丁鹏毅高兴、生气或者发作。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，他该怎么办？丁立倩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，但就算再痛苦，为了妈妈，为了安妮，为了高黎明，为了无数无辜的人们，他也必须执行自己的任务，坚持自己的选择。爸，离开这儿吧，我们一起走。小倩，你怎么了？我想抓住幸福。